旺角砵蘭街一間爬蟲屋近日傳出惡臭，惹約束而運。消息就話呢間爬蟲屋已經半年冇交租，保安星期二巡樓嘅時候發現店入面傳出惡臭，懷疑店入面有動物屍體，於是報警。警察到場爆門入去睇下，揭發臭味嚟自存放嘅飼料，而唔係動物屍體，虛驚一場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